花椒，转转嘴，抹埋白色。咩人打落去啊？而家问题，几日就唔记晒啲嘢话，还晒俾老师啊，要再训特训长啲啊。系啦，不过读书考试记得嗰两日都 OK 嘅。剩下都系一杯红酒，唔好俾反嘅。8秒。系啦，九一，靠波就唔怪你。喂。low pass 啊，其實係他傳咗去地下。好似韓國啊，韓國。三二一。你邊個係啊？哇！邊個啊？好危險喎，啱唔啱？呢部邊個啊？哦，危險咩？擺度。九一子嚟啊！哎呀，臨尾把唔到啊！條路已經係殺出一條血路啦！白色都唔想犯規啦，邊個啊？2蚊呀？4比1 OK， 啱啱嗌到咯你。同埋講多1號入咯，佢可以支持對面，啱唔啱咪對話俾知咯。10號比係嘛？係啊，10號比。準好多喎，黑色而家突然間效率飆升啊，命中率都係飆升啊，特別係9號1號啊，當呢啲主將上力嘅時候真係難打啊，白色。守住啊！17比22啊，追剩翻5分啊，又10幾分，好厲害啊！亂曬啊！呢隊新光，係啊！突然間隻死三字亂曬啦！指一指血啊，白色啊，呢一輪比啊黑色咁樣攻到真係流血不止啊！直情本來第一頭一兩節加埋先得就7分呀，呢節突然間一下子啊飆升到12分啊！最後一球機會喎啊！
比次 carry 你啊！入啊！24-19啊！教練。波不好運啊！連呢個炸板你三分都入埋啊！真係冇得輸啊！咩啊？連你運氣都贏埋啊！呢、這個真係哇！呢邊讚到俾你，真係即係球星級啊！超級球星啊！即刻回敬翻又三分喎！呢段時間好精彩啊！特別第三節啊，大家真係啲高空戰術。24秒啦，因為攞完之後失咗24秒啦，攞完之後俾翻人哋，即係有個球權轉換。17入啊！連運都贏埋啊 ！A 阿婆都有隊友指定嘅，要捉住呢個運啊！打波都好似睇風水咁樣喎，而家。見到翻啊，佢成隻樣嘅。呢段時間啊，行運嘅係黑色啊，所以要。17球波。26-27啊，再剩翻一分啊，完全行運一條龍啊！根據而家係6:44嘅八，即係時辰已經好嚟黑色嘅，但係黑色嗰啲都係有啲混亂。3秒。而家贊號俾你都冇氣啦。1-0呢段時間打得非常之好啊！16籃板啊！最緊要回防快啊，其實。好，0號助攻。16入。教練接一隻先。功名不圓啊！1號好慘啊！減下佢。1號犯規。喺頭頂啊！1分鐘，3秒。
五秒。時間八秒。四秒，三秒。點解廿八比廿九啊？領先嘅白色啊，領先一分就要。